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我这个再见再见啊，是跟东北最接近俄罗斯的那个叫漠河还是黑河的两个地方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俄罗斯裔，其实他已经是中国人，一个叫彼得董大叔的。我看他在抖音里面每次都再见再见再见，好憨厚。那我就学他，我就每次也是再见再见再见，所以一定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手势的出处，挺好的。再见再见再见。接近俄罗斯的那个叫漠河还是黑河的两个地方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俄罗斯裔，好憨厚。那我就学他，我就每次也是再见再见再见。哇，蘑菇不错。今天那蘑菇不咸了吧？掉掉。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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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人做体操的，教人做健身操的是吧，我们也得学学，也教人做一下那个喘气儿操。哎哎，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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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常常有教人做体操的，教人做健身操的是吧，我们也得学学，也教人做一下那个喘气儿操。哎哎，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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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来拿快递，自己下楼来拿快递，一般保安会送上来，今天自己下来溜溜，刚刚一下电梯，在电梯口就被五六大汉拦住。哎，我怎么不看你抖音？李老师，我是去里面天天看你抖音，来来来，拍照拍照，哗，口罩就拿下来拍照。拍照他就上电梯，我就过来拿快递，台湾寄过来的药，中药。再见再见再见。粽子，酒杯，大蒜瓣，蒸了一个粽子，这粽子你不知道有多好吃。我没办法解释，只能看着我吃。倒杯酒，跟一个喜欢射箭的朋友，待会儿一块儿，我跟他被封的也没啥事儿干的，我们俩就约好了在视频里面喝酒。视频喝酒，上一次跟三位射箭的朋友视频喝酒，喝大了。视频喝酒喝大了，他们也是看着我喝大了，然后也是知道我喝大了，我不知道，我到第二天起来才知道我喝大了。今天这个不会，这最多就两杯，应该是最多就两杯。咱们先吃喝啊，再见再见再见，啥事儿都得跟大家汇报一下，你别见笑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下楼来拿快递。自己下楼来拿快递，一般保安会送上来，今天自己下来溜溜，五六大汉拦住。哎，我怎么不看你抖音？李老师，我是去里面天天看你抖音，来来来，拍照拍照，哇，这口罩就拿下来拍照。再见再见再见，也把口罩拿上去了。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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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倒杯酒，跟一个喜欢射箭的朋友，待会儿一块儿，我跟他被封的也没啥事儿干的，视频喝酒，上一次跟三位射箭的朋友视频喝酒，喝大了，视频喝酒喝大了，他们也看到我喝大了，然后也就知道我喝大了，我不知道，我到第二天起来才知道我喝大了。今天这个不会，这最多就两杯，
应该是最多就两分，好吧？你看着粽子慢慢下去啊，你看着酒像不像新的，你看着大蒜啊，你再想想看那有多像，你别见笑啊，啥事都会完的，再见，懂得不？哎呀，粽子，酒杯，大蒜。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就变成了水，温和不刺激，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请赶快上快点购，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